够上天，鞭炮齐鸣，响铃伯母，河顶张光，路顶黄涛张动，水泄不通，恁所到之处，咱该闻香自拜。如今日，咱欢喜甲一位特别的光景，组织来去台舞恁。林伯伯，你今日转来，确实为了台一个有你个舞恁。啊，还是。李老先生查你桥歌国歌，伊是乡里个乡差，因人兄弟三人被当地人叫做李氏三少。诶，你就古无转来？差唔多十年直咗，大概离开六十多年哦。六十多年。门外有远处更改鞭炮锣鼓声，二是条五零队就阿到家门口了。我爱念之处决定，对阿李老翁只老人坐在来去台步呢。几十米之后来上，现在经过变化也到，就是龙正小白了。巨浪出海，大海遨游，行风不好，凯旋回归等等，都是舞龄界传统套路。黄龄先，窗龄尾，配上锣鼓队界点点鼓声，车龄到对方会界舞动的，甲金龄朋友到南海当穿梭，确实上龄又难干。就是出资买啊！哦，没有呢，到客家地国光，哎，你出来时间再加出来，或者公家又做部分，就是讲一清明投资了，强起来。